哇靠！什么？现在穷的只能够吃豆麦饭呢？啊？也是啊，这不像咱们一天三顿都是小米干饭，连拉了屎干了呀。刘叔，好像就是那个整天鱼肉乡里的土豪乡绅王八蛋。刘队长，要炫耀你家有钱，不如跟你的小名庄炫耀，别在我家闲。啊！你们家这是老子家！啊！这就是一群体的老子，不错。要没什么事儿，小王跟童芬、王宇借大刘庄刘有才银子三十两，良田三亩，三日为期。王宇，你要是还不上钱，我可就要拿你老刘做抵押了。小妹，你做了本老刘钱方，我保你日日销魂，夜夜笙歌呀。像陈真确实欠了这个王八蛋的钱，我跟我有关系。拿上你的自己，给老子滚蛋！混蛋，你想赖账不成啊？本领没小刘庄，叫两百人打断你的狗腿！当家了，不能赖账，我会拿这些钱吧。若曦别怕，这一次我会帮你。你一个败家，你凭什么姐姐啊？我今天要看不到这个钱，我可就要上了你的老婆，瞪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三天时间够了吗？你个败家子，三天你走哪弄钱去？我要是弄到了，你要是能够弄到，本老爷我就不收你的利息。你要是弄不到，你还有你就卖身到我这里当奴隶怎么样？当真不要答应。签字画押。王爷，三天后我还会再回来的，到时候我要你亲眼看见你的老婆在我的胯下生育。不带。当家的，咱把这个镯子当了吧，我再去寻求哥哥，一定会凑够三十两的。不用，三十两也不够。可是，真是三十两，若不是三十文，三天时间不会够吗？让我来想想。在这个时代，我到底可以凭借什么来挣钱？哎，对了，我在县城不是还有人当？有鱼的，三千块钱卖，应该。卖鱼喽！卖鱼，新鲜的鱼。卖鱼啊！廖才，你来干什么？这么凶干什么嘛？我呢是来收卫生费和管理费的。拿钱。前三天之后会还。钱呢？我呢，他就是想拿你的鱼的。等你还不上钱的时候，我才有机会还你老婆呀！啊！你凭什么砸我的？就凭你那小子长时间不开张，还居然占着摊位！六太，你他娘的还真无趣。再把我坑苦了。这个鱼档现在是我的了，给我砸了它！死人！六才，你要是敢动我的鱼档，我会让你死得惨不忍睹。你信不信？我现在举报。报官？哼，报官有用吗？啊，王宇，我劝你现在别挣扎了。你卖这里能挣几个钱啊？三天后，你要是还不上钱，这个鱼档可就是我的了，半天之内就能还上你钱。你他娘的，
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啊！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！入秋天凉，鱼可不好抓呀。等你还不上钱的时候，舔着个脸红跪下来求我。廖太，我要是还不上你的钱，就不在这儿买鱼，你就等着受死。滚蛋！好，那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领。走。那不是王宇吗？怎么在这儿挖起草根来了？肯定家里断粮了呀，多一个人吃饭，多一个碗。范家子儿，怪谁呀？王老爷给他留了那么多家底，全让他败发光了，真是活该。味道对了，就是他。哟，王宇啊，你家断粮了，跟草根吃，自己都养活不起，还挑媳妇呢。四儿，你来帮我挖，待会儿啊，我给你分一些好处。什么？我王四海虽然也穷，什么时候还需要你分草根？哎呀，我分你的不是草根，这叫鱼腥草。鱼腥草？啊？什么玩意儿？我劝你还是拿个破碗研成乞讨吧，说不定还能分几碗饭吃。哎，叔。小野，来吧。是，我来吧。哎，谢叔，穷鬼饿得挖草根了。我看你什么时候能吃上小米干饭。小孩少说两句。就你这样能抓到鱼就看着吧。啊，哎，你看激动鱼，我操，发财了，发达了，这都可以啊。哈哈哈哈哈！发财了，发财了！你这也太厉害了，这种草没想到有这种事。那当然，走，叔。好嘞。小美人，你那个窝囊废的丈夫，好了。你胡说！夫君他只是去县城里卖鱼了，不回来的。你别乱来。像你呀。把瓶被子给砸了，也看你呀，翻翻的，起好上下，今晚给老爷我入洞房。刘凡，你这是私闯民宅，我不是瞎闹你的。好、哦，你去啊，你去呀、啊。在这个中，我刘有才说一句话，还没有人敢吱声。来人，抓起来！别过来！抓起来！你别过来！小美人，败家子他都已经跑了，你还死心塌地的干什么呢？伺候本老爷我，不好吗？啊！夫君只是去县城还债了，他会回来的。你别乱来，你要是再过来，我就跟你们拼了！快，逮住他！逮住他！放开！阿祖，别过来！别过来！住手！阿祖，你是谁？有才，招！王宇，败家子，你还敢回来？今天你要是还不上钱，我可就拿你老贞操来换了。欺人太甚！说好三日为期，可刚刚过了半年，不就是三十两银子吗？谁还不上？你小子还真能捕到鱼，你以为就你那鱼篓里的几破鱼能值几个钱？哼，那几个鱼是不值钱，这个呢？你看看这个错。金龙鱼，拉过来了。